带的？一针。啊，一针啊，是啊，一针带的哈。啊，还要煮麻辣臭豆腐。哦，那个对，梅平他今天寿星啊，加嘛煮那个什么臭豆腐。哦，麻辣加雪臭豆腐，来掌声鼓励。好，阿碧亚的蛋，阿碧亚，好了，玉磊的，玉磊的蛋，茶叶蛋。好，阿碧哪一位？阿碧的。阿碧哪一位？啊，你就是阿碧啊。阿碧，玉磊叫阿碧啊。阿碧啊。阿碧啊，阿碧啊，来，好来，掌声鼓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我们的安琪儿，啊，安琪儿来了，安琪儿，你带什么的？菠萝蜜，哎呀，这个好吃啊！来，掌声鼓励！谢谢好朋友的义务赞助哈，真的非常感恩啊，感谢，真的很感谢。对，那所有的青春小天使真的很棒，来再一次给他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我们来唱生日歌五种的哈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的香山的歌后安吉尔，哎，昨天我还特别赖他，什么没有声音了、啊，刚刚没有声音啦、啊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安琪儿一起唱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英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来，国语的方面调，国语的方面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台语的，旁边要台语的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最后是客家的黄梅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寿星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掌声鼓励。生日快乐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唯一今天到场的干部萧梅平，来，你可以今天长久一点啊！他打草稿了，其他版本爱踢啦，好来来来，用火啊踢呀！好来，加油，来掌声鼓励！大家好，好，时间过得真快。记得去年的此时在这里高谈阔论啊，又一年了，在这里不能免俗的要先感谢全世界最低调的声歌团长，他说他很低调了，对，没错，但大家要知道他的功德善行却是最高境界，他带给这么多人快乐健康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彼此都不认识。没错，更谈不上变成好朋友。所以以后每次都要来上课哦。好，加油！声歌团长，现在应该没有声歌效应了吧？以前呢、只要声歌有来就满满的人，如果声歌没来，就只有寥寥无几几个。加油！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效应了啦哈，我们的魅力也不会输给声歌啦哈。耶！对啊，加油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有工人员我就不一一的答谢了，一并谢谢大家尽心尽力的维持团队的运作，更要谢谢来跳舞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的支持相挺。你们比前面的干部还要重要，前面的干部再厉害，没有你们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没错，台语说的人不起来啦，对吧？对，没有错，大家是最佳男女主角哦。没什么大咖小咖，
大家拢变大咖啦，对了，哈，嘿，大家拢变大咖哈，哎，拢有咖哈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，挺到底。现在我要讲一个今年4月26号那天很感人的一个画面，或许有人没有注意到，啊，也有人忘记了。4月26号早上，森哥临时传讯息到香山大群组，召集香山的同学到篮球场，市长要来做开工视察，请香山兄弟姐妹到现场陈情请愿，帮我们盖几间厕所。森哥希望越多人来越好，让市长看到森哥团队的阵容。当时下着倾盆大雨，那个雨水哦，像整桶的这样倒下来一样，只有短短的从大门走到篮球场，鞋子哦都湿透了啊。时间一到，棚子里面几乎都坐满了穿着团服的我们的人哦，我们的人。记忆中有最挺我们的阿居斯，今天阿居斯很没有意思呢，都没来。哎呀，今天有事了。那个还有凤美、宝兰、文秀、范淑珍、张美珠、嘉珍，还有赖美珠、美惠等等，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记错？官员一个一个上去讲话，我突然转头去看仪式哦。当时还是滂沱大雨，同时看到谁你知道吗？看到嘉珍，嘉珍，啊、哦，真的，他就穿着雨衣哦，坐在那个棚子的那个边缘哦，那个棚子很小，里面已经挤满了人，嘉珍身体就一半在里面，一半在外面。被雨淋哦，雨下好大哦，你那个上单都嘉珍就很淡定的哦，就坐在那里听完市长官员们的施工报告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看到这一幕就看到大家有多爱多珍惜这个团队，看到香山分队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仪式结束后，就看到森哥抓住这个机会，跟市长和一些重要的官员提出我们的诉求、需求。只要是快乐广场舞的事，大家都竭尽所能的帮忙，不怕苦。我有听到一个小道的消息啊，说有其他的团体对我们温暖的心家虎视眈眈，这怎么可以嘞？我们才是原住民呢，耶，没错。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在那边扎营驻守，没有错 ，OK， 没问题。开玩笑的啦，这个捍卫的领土的重责还是交给森哥去处理。耶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好了，我要来许愿了，一愿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年轻。永远都是28年华，28年华不是28岁啊，是16岁啊，哈、二愿希望我们可爱舒适的新家赶快盖好，扎几粒立储，好吧？三愿希望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老伴，相伴一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非常谢谢我们。萧梅平干部，真的真这么非常精彩的演讲稿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哦。来，谢谢哦，踩一踩哦。来，踩气球当鞭炮。我们竹南总部也是这样哦。哇，今天非常丰富的食材，我们竹南总部好羡慕哦。谢谢我们的阿春姐姐，掌声鼓励。没有，很棒哦。那哎呀，谢谢我们的陈旭副班长，掌声鼓励。太棒了，谢谢你们哦。加油加油。对呀，班我要去班我在这里。来，各位，刚才讲那个蛋糕啊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先拿一个人拿一个哈。还有蛋，还有菜。还有蛋都是一个人拿，先拿一个，谢谢你哦。哦，是哦，啊，入境记哈，
美惠煮的阿米索，哇，他的阿米也最好吃的。菜，哦，泡菜哈。来，我们思怡副班长煮的那个泡菜，就是酸菜的。美惠姐帮我装一下。来，有赞助的要跟森哥讲哦，我要念一下哦，真的很感动哦。哇，今天食材非常丰富。不客气，你要吃哦。好，再见哈，我们一起来哈，二十六啊，记得哈，二十六，谢谢你哦。来，各位坐着吃，那边有椅子，那边有椅子哦，坐着吃。我身边有带椅子过来，来坐着吃。加崩红地多了，哇，这个食材我们竹南总部的真的会羡慕哦。叫他们搬过来。好，叫他们过来哦，搬过来一起啊。啊，这个是非常棒的建议哦。来来 ，OK OK， 好，谢谢有。谢谢美惠哦，你煮的那款呢，就好焦焦焦了。大肠面线，哇，真的。来，坐着吃哦。来看这边，黑娜，来看这边。阿珍姐姐，谢谢你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婉玲，谢谢你。谢谢珍哥，这么用心。加油，加油。来这边来。下一个，好来带人，哦，好来这边这边这边，我找两张到你这边来来耶，好 OK， 那个张美珠，你要录影照相哦。我要上镜头啊！对啊，要照相。来，各位慢慢吃哦，不要吃太快，慢慢吃，还有时间哦，我们不赶。好。